一家三口过万圣节，夫妻俩穿警察制服，儿子穿黄色上衣，加上眼镜和手铐，对照日前这一幕。法警押解穿黄色上衣，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双手上铐，照片中小朋友扮成上铐阿伯，家长把照片 po 上网，遭网友转发肉搜，身份真的是警察。身为警察的身份，那安尼公开安尼是跟他怪怪啦。会不会有行政不中立的问题？或许有一点，加上父母是穿着自己的制服出现，对，代表他已经把他的职业都暴露在外面了。警察夫妻陪孩子过万圣节引发争议，照片中小朋友扮成上铐柯文哲，服务于警察大学正在请育婴假的妻子和任职台南市刑大的丈夫穿的都是自己警察制服，遭网友质疑行政不中立。原警配偶发现议题造成观感不佳，随即撤文影响警誉，深感抱歉。本大队已针对该员言行失检，先核予申诫处分。扮演柯文哲上手铐的这个画面，对于台湾民众党支持者来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当然是非常的难过与不舍，并不希望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次发生。引发质疑，照片已经删除，台南市警局认定影响警誉暨申诫，警察大学也宣布要进行查处。警察夫妻让孩子扮成上铐柯文哲，万圣节变装玩过头，踢到争议铁板。三立新闻王少勇、王玉文台南报道。